韩星金童润20岁猝逝一过劳死，家人崩溃喊验尸。韩国实境选秀节目 MixMin 20岁参赛者金童润昨天传出猝逝噩耗，所属经纪公司昨在官方推特证实他已过世，但未说明死因。他五月才随助男团 Spectrum 推出首张专辑出道，由于他身高180公分，体重仅有56公斤，还有网友留言揣测他可能是过劳致死，死因引发网友议论纷纷。他家人崩溃，今下午要求验尸，希望查出明确死因。外形斯文的金童润参加 MixMin 比赛时排名第21名。5月9日他刚以男团 Spectrum 成员出道，日前还与同团队友自拍上传推特，照片中的他看不出任何异状。经纪公司昨天在推特证实他的死讯，表示他已过世，并在声明中表示很遗憾接获这个突然的噩耗，他的家人和 Spectrum 成员们都很哀伤，并以沉痛的心情为故人哀悼。他所属经纪公司在声明中并没提到金童润的死因，仅表示告别式将依家属医院低调举行。